到全新的单元《小厨娘学做菜》耶！但是这个单元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单元的话，记得多看几遍，多按喜欢好吗？这样才能继续做下去。那这个单元呢，主打就是我一个完全不会做菜的人，煮泡面算不算会做菜？不算吗？好，我一个只会煮泡面的人，要不看食谱的把东西做出来。但是我知道这真的太难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每次节目都可以有一个机会，然后一个救援机会呢，就是我的会摄影师可以查一次食谱，然后看下一个步骤该怎么做。那救援呢，就是我真的做不到的时候，可以打电话给一个我觉得会做这套菜的人，问他到底这个流程该怎么走。但是最好的是，就是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自己想办法做出来，包括从食材选购都是。那这一次帮我出题目的人是我们的片师阿健，耶！然后他出的题目是意大利面，然后你知道我真的是超爱吃意大利面，人生如果我爸妈问我说晚上要吃什么，我大概90%都会回答意大利面，所以今天就来煮意大利面。那我们先去全联买食材吧 ，Go Go！ 我们在全联了，然后先来看看意大利面要什么食材。这也是红色的，代替一下。我们还没想到要什么口味的耶，番茄意大利面、清炒意大利面、蒜头加辣椒的那个清炒意大利面，那要蒜头、蔬菜有了，然后跟意大利面，还有什么吗？洋葱。你不是说你很常吃意大利面，里面有什么？去冷冻区，然后看别人的意大利面的图长什么样子。我们来看有什么意大利面口味。这是奶油培根，然后青酱蛤蜊，然后双酱鸡肉。他们都是一堆酱的耶。对啊，很少在吃清炒，因为没什么味道。有盐啊。就还是没味道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开始就清炒。橄榄油、蒜头。洋葱，那要不要买个酱？就是好啊，备一下。那我去找酱拿来封面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放哪里，感觉不在这里。面在哪里？我知道酱大概在。清炒的话，要用什么酱啊？会有清炒的酱吗？完了，你会做意大利面吗？你也不会。这样才好玩。我们下次做泰式咖喱好，蒜头，小生的大蒜跟洋葱，哪一个好？看出来穿的，这个好，就这个就好了。这个好，然后洋葱，哎、欸，这好可爱、啊。还有什么？面呢？对，还有洋葱没有看到。为什么没有看到洋葱？是我眼瞎吗？我觉得是。我感觉是走错。你要再看，偷看一下它里面大概会有什么？你说？再偷看一下。至少加一点鸡肉，感觉也不是酱，它就是加奶油。我知道，我买一个回家就看着它的工作。那你买那个红酱就好了。啊，就没有看到我卖的啊，我不是买番茄酱。是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后面。哦，对啊，就在这里嘛。OK。奶油。连切好多页哦。橄榄，我靠，什么都有。红酱好像比较经典。这
是之前有人说啊，你就拿这样做有什么意义？我能做出东西就不错了，有熟就可以了。好，哎，绿色的，这是木鱼面吗？嗯。好帅哦！就这样喽，结账。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做料理，来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。首先呢，参考的意大利面，然后意大利面，它有教学要怎么煮吗？蔬菜，然后我们还是没有买到洋葱。加，这是蒜头、酸豆跟意大利香料，就靠这一罐喽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煮面，其实我不会煮这种。又来了，他完全没有写要怎么做。然后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水煮开，接下来的话就是洗这个，摸摸它，摸摸它。蒜头怎么弄啊？应该也是把它打开吧。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剥大蒜？不知道有没有人现在想阻止我的做法，然后说我错了，然后想要帮我做？怎么切蒜头啊？感觉要切到自己了，小心点，好可怕哦。然后切这个，我刚刚其实都是在演，我其实会，我只是说一点节目效果而已。你看我这熟悉的这个菜刀使用方式有没有？你相信吗？我刚都节目效果，复制品。哎，水滚了，再让它滚一下。哎，你看我多功处理的高手。好，我先去啊，我先去弄，我准备好了。我知道要等它下面软掉之后，它这些就会自己滑下去。哦，好酸。你知道妈妈多辛苦？哎，这个面滚了也是合理的吧？嗯。提问，请问意大利面能煮到烂掉吗？我记得要煮很久。对，你看它没有软掉，它要煮到变得白白的吧？好，锅子，然后开火。油，橄榄油是哪一罐？对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认出这一个。我好久没有开火炒东西了，好怕哦。我知道做什么事情之前一定都是要把蒜头就是放进去油里面的。标准新手炒菜姿势。笑屁哦！你说可以就可以。哦，对哈，你有其他东西下去。小厨娘哎！哦，有一点 feel 了，可以啦，我觉得够了。这颜色越来越不漂亮了。对啊，因为酱干掉了。松叶蟹腿、松叶蟹、海鲜意大利面。那我们要不然我们就加一些丝丝就好了。番茄意大利面做蟹腿。做好了，这样就至少有点煮菜的感觉了。那你要卷一下是不是？肯定的，酸豆。大量撒上。哦，好香哦。好的，我们来把它端上桌吧。虽然没有，先跟大家说我餐桌很乱，我没说，所以不能说我餐桌乱哦。约好了，好。试吃时间，来试试看吧。
都干掉了。哪有干掉？看不出来。我要先把它取名：松叶蟹经典番茄意大利面。嗯，有鱼浆的味道。我觉得闻起来挺香的，因为我加意大利香料。然后真的有点干掉，等太久。甜椒挺好吃的，意大利面一言难尽。看你，我没有办法评价我煮的意大利面怎么样。一言难尽。一言难尽。妈妈，拿吃吃看我煮的意大利面。这是松叶蟹经典番茄意大利面。认真说呀，好像比我厉害。哼，天才哦，料理小天才是我。而且还好，不会太咸。我平常那么爱吃重咸的，这个还可以，还好，还能接受哦。对啊，而且你还加了甜椒，又有蔬菜，比较有营养。爸爸真的不吃吗？吃你一口都不吃吗？你拜托他可能会来、啊。求你啊！他多不想面对啊！他是多不想面对。你要说实话哦。嗯。还不错啊，但是太干了。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还不错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追踪 IG， 按赞我的粉丝专页。然后呢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按赞，好吗？然后留言跟我说你喜欢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